Hello，我会念三个字母的发音，请听听看，哪一个才是 G 的发音呢？第一个 B B， 第二个 A A， 第三个 G G。 现在开始倒数十秒，请赶快找出答案吧。第一个 b b， 第二个 a a， 第三个 g g， 所以第三个 g 才是 g 的发音哦。你答对了吗？